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口袋结的一种简单牢固打结方法。大家看，首先我们将绳子这样搭在需要捆绑的这个口袋上，调整长短，然后将后方绳子这样往拇指上面这样缠绕两圈，这样缠绕两圈，第二圈。将绳子这样压在拇指下方，这样，同时呢拽拽右侧绳子，这样，大家看，这样收紧非常的牢固。大家看啊，相当于它这个结点在这条绳子的内侧，所以说非常的牢固结实，不易开扣，解开也非常的方便，拽副绳。可以轻松的解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呢，记得关注一下，以免在下回需要使用的时候又找不到了。